帮小烈做掩护，中距直接外 open 机会投的都蛮偏差的。这边是小烈主运，三分球命中，这节很振奋的握拳啊。对。克拉今天出手欲望真的不高，剩下四秒钟，哇，砍进三分外线第二个了。我们现在又在场边 stand by， 随时准备归队。朱云豪再来第一个吗 ？Three for three， 哇！手爱复活，送出去给小黑，顶住他的中距离，小烈的危险，三分。防守，没错，今天工程师的防守真是拼出了全力，哎，终于把球弹进去。